乡不听，听我另类说三农。农村的事情来播报，再给大伙唠一唠。如今农村大改变，乡亲风向也改变，有房有车不吃香，三无男人很风光。就在最近这几年，农村结婚非常难，因为男多女孩少，相亲对象不好找。因为女少男孩多，都为相亲去拼搏，十次相亲九次黄，愁坏二老和爹娘。不仅农村恋爱谈，相亲都是女挑男，要有车来要有房，要有年轻的爹娘，买车买房装门面，年轻爹娘孩子看。如果爹娘一身病，不能看孩有何用？男方家里要有钱，才能成功恋爱谈。家里要啥要有啥，相亲成功概率大。嫁人要嫁金龟婿，穷苦小子都出去。没钱想把恋爱谈，好比登天难上难。相亲市场很火热，都想有房又有车。如今又有大改变，有房有车也不算，无房无车也能谈。只要你是三无男，什么叫做三无男？听我给恁往下谈。俺无侄一无兄弟，免得婚后多生气。过去没计划生育，每家都是几兄弟，三无小孩都正常。人多才能有力量，人多才能力量大。农村干活咱不怕，自从计划生育后，一个孩子就足够。独生子女的家庭，家庭教育会成功。家里没有隔阂地，一方一般都愿意。如果家里兄弟多，结婚以后不好说。没有不良的嗜好，这种男人最可靠。不抽烟不喝酒，打架赌博都没有，这种男人最顾家，婚后生活乐开花。不良嗜好染一点，家庭生活难美满，埋下地雷和祸根，小心惹祸都上身。没有过多感情史，这种男人是花痴。这种男人最忠心，不会轻易把手分，不会沾花和惹草，对待感情也很好，对待感情很专一，不会轻易把婚离。三无男人不好找，好似沙漠里寻宝。对待婚姻很认真，不会轻易去变心。嫁人要嫁三无男，找个老实人接盘。这些都是经验谈，希望大家别听烦。动动大伙的发财手，给个关注有没有？关注金，点赞银，转发送恁聚宝盆，收藏评论不要停。听我另类说三农那个说三农。白玉米去脱离，人工的成分没话题。这样算来又算去，一季的功夫背进去呀、啊。种上四亩大玉米，卖不到一个苹果七。一亩玉米的收成不够感冒打针用，农民播种下希望，收获一地的体谅。